导演郭敬明执导的电影《绝技》日前曝光前卫视觉版海报，引爆绝技日热潮。吴亦凡、陈学冬、杨幂、郭采洁、李治廷、林允、严屹宽、汪铎、范冰冰、陈伟霆、王源是因为绝技家族成员身穿带有三维标志点的黑色动作补妆服，科幻气息浓郁，未来感十足，酷似从奥丁大陆穿越而来的未来战士，威风凛凛，极具视觉冲击，更引发网友不禁感慨，莫非绝技家族集体穿越到了未来世界。据悉，在前卫视觉海报中，绝技家族成员们身披的未来战衣，实则展现的是在影片拍摄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三维扫描系统，又有电脑特效动画的大量运用。而实现两者无缝连接的一项重要技术，便是这款海报中所体现的三维扫描技术。扫描时，演员们需要根据电影角色性格要求，摆出至少150种不同的表情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